我的冻梨洗澡，哇，真没尝过，真没尝过，这个杠的，这个就无敌。我先来了啊，小哥去了。哎呦，怎么着？可以，这个可以，就有点像梨，但是有点酸，挺好吃的。 有点酸，就是梨是放在那冻，就是把梨给它冻了。哦，你尝一个，嗯，你说的，来一个，没有，试试，挺带劲儿的。你把这个咬一下，来，这吧，这吧，这吧，来，太冰了，牙齿受不住。哦。 牙不行，吃完开完了以后，接下来马上就要做。好吃吗？冻梨，你是哪儿人啊？我深圳吧，深圳的。天，那应该没吃过这东西。我要说什么？我只身前往北京，我做一名北漂。 但是你现在就是优秀的，你在抖音上非常优秀。然后这就是我之前演的那个古装电视剧，就是最好的评价，是《这居然是纪凌尘》。你是上错节目了。如果有个角色要你扮丑，甚至一出来这角色就已经被毁容了，那你愿意吗？他们会不会接受你去拍吻戏这样的？ 不是演戏的部分很难评价啊，挺难有机会去选择其他类型的戏的。这么好的地方，一个平台让你去演，你不演？跟你说过，别做无聊的事了。表演的美学在哪里啊？你不适合演戏，你个败笔。我压力好大。今天是我生日吧？那怎样？那干嘛？没有没有，害怕。你把我当一个不欠男人的。 放手！将军，有很多问题想问哎，怎么解决感情中的焦虑和一下没有安全感？一下就打开了话题。对啊，我因为比如说你被伤过，女孩子被伤过之后就很难下一段那种。对，就不太相信。就不相信了，就很久都不相信。对，就很难相信。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分一个人。 不代表就是前任的那种关系就会延续到下一段，但就是自己很难迈出去那下一步嘛。嗯，对。哎，感情这方面我还真的迈不出去。为什么？真的，就我觉得事业怎么拼都可以。啊，那你是非常现在这个年代的，大家都要事业的，现在是。 因为可能这样吧，你看我样子好像很强势，但是，哎，在感情里面也是栽过跟头的嘛。我也是。那所以就变成谁没栽过？都栽过。不，就是那个感受会变成害怕。对，既然都没有把握，就还是不要浪费我时间了，我还是事业好了，因为根本就没有时间，你要。 抽时间出来谈恋爱，然后你遇到的这个人，你还要花时间、花心思去经营。经营的过程当中，说不定你没放弃，对方就放弃了，或者说不定你们真的就不合。因为我觉得30多岁的人呢，可能已经不像20多岁。不考虑结不结婚这个问题是？啊，不是，我还好，而是说。 你其实不太会为了对方去改变太多，明白？谈恋爱永远都是要互相迁就的，其实有时候就是会很累。对，然后就会发现一个人还蛮好的，我想去哪就去哪。我身边有很多朋友结婚了，有小孩了，他们超级羡慕我的。你自由吗？哇，你说旅行就旅行，说去哪就去哪，就是完全都不用交代，也不用干嘛，那些都是被家庭困身了。然后他们跟我说，家庭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多粉红泡泡。 就太多太多的琐碎事情要去顾，然后我就想着，本来我是一个特别向往婚姻跟小朋友的，现在不能吧？发现一个人也蛮好的，嗯，看自己一个阶段吧。我觉得每个阶段大家想的不一样，就我觉得碰到了，我当然不抗拒，但是如果。
碰不到的话，就先做事业，起码事业是我能控制的。对，事业是稳妥的，对，付出会有结果。对啊，也不一定，但是起码我觉得靠谱一点。鸡蛋，我要蛋花。那我也要一个鸡蛋。哎，我这个蛋呢，需要。哇！是不是？高海宁演。不行，我想看一下他什么样子，是吧？我也想看。所以你以前应该也没有跟女生涂过口红吧？哎呀，我天哪！海宁来一个甜妹撒娇，洛洛就煮了碗面，然后发现里面有一只不明生物，然后把面给你的队友。2014年1月29日，《无限超越班》第二季在横店影视城准点开机。对，我们是动点，哎，来加微信。你这让我收钱啊？我们自拍一个，可以不错，来，上黑上几个，俺们西文房。什么啊，姐？无论是导师的点评，还是议员的表现，都让人大呼过瘾。来几个驾驶，看看吧。看我乘风破浪，你是我妈妈就好了，有你这么漂亮就好了。但是我们是好演员。哦，这个行李箱有点帅啊，这谁的呀？老大，这个可以开的那个吗？啊。我之前在机场上看了一小孩儿啊，去骑这个，我盯了贼久。这个怎么玩啊？这个哎，我可以玩玩你的箱子吗？呀呼！哎，我来串门来了。不冷啊，我刚那啥，我拿着外套得了。啊，睡衣，行啊，能穿进去吧？新的啊，行，谢谢。哎呀，新的，行，我这一来就有礼物呢。不是送你，我借你。哦，行。他一套的，他裤子穿上。对，我本来穿一套的。哦，哎。我还以为你送给我呢，我不是，因为我觉得你应该是老板，老板就是那种，知道吧？地址要不要给你寄他回来？行啊，回联，你有什么那种好东西啊，那种都可以申定给我，我帮你露出啊。你是一五的？对，一五的。你是我师哥，嗨，但你是我前辈。什么玩意儿？那你出道早啊？什么玩意儿？那真的小婴儿拉出来拍戏的，是不是大家都得叫他大哥？就是咱们就是这么令不是？没有没有，咱学校不还是师哥吗？是不是？对啊，咱们尊师重道，薪火相传，是还是那师哥？但我觉得真的看不出来你。就是比我大，你是哪一年的？我96年的。天哪，根本看不出来。咋了？嗨，就是我说，我觉得我跟他长得像同龄人，虽然有点冒昧。好像是年轻，但原来更年轻。原来更年轻。对。他真比我大五届。啊。我以为你俩同龄呢。对啊，你出道也早。是吗？我操！下来吃烧烤了。我们家带来了两只羊，我给你们烤。走啊，咱下去啊，去看那个瑞的。走。哎呦，太狠了吧！来吧，锦州烧烤，尝尝。哎呦我的妈！这太牛了！不是你这肉跟哪儿整的呢？这是肉锦州的羊。这里不会还是肉吧？都是，带了2000串。啊？
你辛苦了，辛苦了，不客气，不客气。那从锦州不远万里，是是是，千里昭昭。那个我哥今天在你们节目录的挺好，是吧？我的弟弟，还行还行啊，对对对。那老弟啊，你哥叫张瑞，你叫啥？张顿。哎呦，我不瑞，我叫张不瑞。哇，这个真的有一种剧组开机。对。这怎么卖的呀？啊、那一块钱仨，一块钱仨，一块钱仨，三块钱一个。老弟。嗯，怎么样？用一句东北话来回答，老毕了，嫩吗？我不过了，你不管环境多艰苦，该吃还是得吃。哎呦，你这军大衣挺给力啊！那不扛冷啊！哎，来这个拿上去吧，这些拿上去吧，江总。走吧，再次感谢瑞啊！哎呀，太帅了啊！太帅了，这。呵，等会儿拿上去，等会儿拿上去。在遥远的横店，感觉回到了锦州。走吧，瑞，你也别忙了。好。洛洛，等一下，我这里有几个刁钻的问题问你。啊！哦。那个，听说你没有有过恋爱的经历，所以呢，这里有一个刁钻的问题，说如果说你揣测一下你的粉丝，他们会不会接受你去拍吻戏这样的？我觉得可以，因为我第一部作品特别多的吻戏。对。我想这是幸运里的定律，找到你想对你说。好，然后还有一个，给你出一个话题好不好，就是如果说你谈恋爱了，你的女朋友也是第一次谈恋爱，然后呢你给她买了一支口红，可是她没有涂过口红，你会怎么帮她来涂口红呢？怎么帮他涂口红？去直播间学呀。涂到自己的嘴上，然后亲口吸。哇哦，你好会呀、啊！啊，你真的是直接亲他。果然是结了婚的。那我不好意思，如果是我怎么帮我的女朋友涂口红？我就把我的嘴唇先涂上，印上去。哦，和你一样，他说的。你们都是想象力很丰富的艺人。你们这些人呢、啊？Cool。你们会觉得油吗？可爱啊，很可爱。我觉得我表演下来可能会。我还不能不敢想象这个画面了。你先叫个小宝贝。这就是我之前演的那个古装电视剧。谢谢。很难评价啊。还是从那个耍酷模特儿出发，你看，哎呦，多酷多帅！哎呀，对，这个出发点就不行不行。我们是个表演节目啊，我知道你永远不会拍一个笑啊阳光的人，因为你永远知道你自己的牙齿是你最不及格的部分，是吧？你为什么一眼看透他？因为纪凌尘是我的学生，他真的很在意他帅不帅这件事情，对不对？我对啊，你其实没有问题，我不知道你自己去介意什么。因为我之前有哭牙，现在是第八年，还在哭，就有钉子。对 ，OK， 没关系啊，我觉得很可爱啊。你每天想着他对你的影响很大的，这个是自己调试一个心理状态的。是我一直我来其实就想把这个心理克服，因为我知道自己的一个问题。你来演一个可爱小子行不行？对呀、啊，你来演一个傻傻的小子行不行？为什么必须每一期出现都必须是帅帅的？没关系，继续。还有什么了？继续你的 PPT 还有什么好？啊，连机器都帮你定格在最帅的画面。
但是你帅就是一目了然，但是我以一个女观众来说的话，我会觉得就是你要想办法吸引别人，演员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点点眼缘，就是你得看到他你喜欢他，我看到你不是不欢喜，是有一个东西这样的。我觉得是可能跟我小时候有关系吧。我其实为什么学拳击柔术，我是想保护自己，我需要去找到一些可能勇敢啊、果决、自信。我觉得做模特可能只是一个外在，一个外表，我想通过这些就是用外在去带一下内在。好，来了。老师好。好，你好。你是上海人？我是上海人，老师。其实我跟黄龄有合作过。哦，是啊。对，嗯，对，我和叶童老师有合作过一部戏，叫做《纽约，纽约》。对，那个时候你演的是个小歌女，对吧？对。其实戏份也不多，然后我就听到这个名字，我就觉得，哦，这个名字不就是唱那条歌的那个歌星吗？然后才知道原来是他。那个时候只是演一个小的角色，可是他也没有什么刻意的去让大家知道他是一个大歌星。没有，不是大歌星。所以我对他印象挺好的，因为我觉得他很低调。王林，我想考一考你唱歌呢，比如说你要成团，你要一边能唱一边能跳的嘛，对吧？你表演一段给我们看一下。一边唱一边跳，就跳那个，我不会跳那个啊。哇，好难。那我乘风破浪吧。好，看我乘风破浪，多认真的亮相，努力张扬，一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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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声的破浪，多真实的欲望，努力张扬，一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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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专业就是厉害。整个人都不一样。现在是10点，你们还有时间可以再自己梳理一下面试的这个流程，然后那边有电脑你们可以用，那你们就好好准备吧。好，谢谢老师，谢谢，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好，谢谢。有一条 PPT 吧。这是什么呀？没网啊。没网啊。这是什么意思？网线啊。Later。那有网了吗？有网了，我去看看。他这有网了吗？有吗？没网了，还没网。没网。大不开关，多少聊天窗口，情话说了一半，那不算拥有。谁知落实放纵是阴跌招风，别太冲动，是我结果。不远不近的距离，我们并肩走。若有似无的触碰，是偷偷脸红。谁主动，谁退缩，是个案关我。不知可否？
我是属于非常非常幸运的，因为在很早年的时候，然后这个中国的校园青春偶像剧，我是参演了第一部《十八岁的天空》。对对对，其实演《十八岁的天空》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演技，因为我感觉还是挺呆滞的那个时候。大家好，我是蓝菲林，我原来是二年三班的文艺委员，离开原来的班级呢，心里有点不舍得，可是能够认识你们这一班新同学，果然觉得很高兴。你第一次演戏就爆火嘛，是吧？那你怎么看待一出道就达到巅峰这种事儿？当然很久以前的事情啊。其实当时人其实是比较懵的。几岁啊？当时啊？十九岁。19岁，其实我看你刚刚说演得不好，其实我想说，你不能演得那个好。为什么呢？因为你太有演技的话，那个戏就不好看了。你是演那个年龄段。为什么导演会问你呢？他就是这样，他一出道就红了，也是非常年轻啊。其实我是想说，就是一出道巅峰，很多人现在很多年轻的演员非常容易出道，他各种的方式，其实最怕他就是。飘了，我是不会飘，而且我也真的很自卑。就是我这个戏爆红，人家每次夸我，说好喜欢蓝菲林啊，我都会羞愧。我说那演的就是什么也没有，然后还老被夸，很羞愧。但是在慢慢的演戏之后，肯定要转型，包括现在我的年龄已经到了要可以演妈妈了。就是那个出道即巅峰的状态也就过了。来吧，请问可以教吗？不是说你们真的是你们非常非常好，有需要帮忙的吗？脸围没有量过，来，我来帮忙量一下。我写了个13。哦，差不多13，差不多吧，对的，13.8。那我交了，14.2。好，收表了，那我就进去吧。你们进去，我也进去了。好，填写还有问题吗？比如说要量脸围的这个，我可能要帮你们一下，因为我手上有尺子。这好像是量动物的，我感觉。我也没有干过这个事儿，但是这个13.2，13.2，海宁来，13.1236，这个是6.7，13.8，谢谢，13.2，最宽的来了，13.1，还好，12.8，12.5，你脸也很小啊，给我量一下，13.3，好，谢谢，你这样比我窄啊，怎么了？我只是圆而已。13.7，好，14.1，12.5，12.5，好的，我12.5，我也12.5。哎，王昌，我觉得，要不你回去吧，你不适合做演员。为什么？就我觉得不合适啊，我看不从你眼睛里面看不到任何演员的那个本质。你是觉得对我本人是不是一见到我就让你感受到不舒服？不，我对你本人没有意见，只是单纯的就单纯觉得我的专业不过关。我们两个人是在情景，没有，我们在想这导演都能说什么，应该不会这样。对，太咄咄逼人了。对，我这样太咄咄逼人了。之前参加过最毒的一句话是什么？你有被骂过吗？就是之前有啊，有被说过啊。比如呢？说得狠不狠？就说啊，怎么跟上次的表现好像有差距这样？这还好吧？就是那对我真的还算好。你根本不适合做演员啊！你根本不适合做演员，这种才伤嘛。那你来当下导师，你说你不适合做演员，我感受一下那个被批评、被说这句话的。我说你不适合做演员。PPT 讲成这样，你们也上台了？啊？什么？已经开始模拟了，PPT讲的这样也上台了，都准备好了吗？真的准备好做演员了吗？你为什么想当演员？你当演员的目
态度是什么？你们觉得演员这行业是这么好混吗？你觉得你演的好吗？都说了我们要有抗压能力。我想有些东西是放宿舍的还是放这里好？有一些可以放这儿吧。你们都有准备相片吗？想念家人，我有两个娃了已经。哦，哇哦，我要被我的家庭围着，会比较有安全感，被环绕。我看你桌上全是家人的照片，对，好多。你也是，帮我看你是爸爸妈妈和外婆还是奶奶？外婆，外婆，我是外婆带大的。哦，我一看就很亲。对。就放在这我会比较有安全感，我觉得。向佐这也好，对，一儿一女好开心啊。是，而且他俩年龄还近，就又可以一起玩。真的，他们差一岁多而已，多好啊。对，就人生大事短短的两三年之间全都解决完了。真的，跟你亲跟碧婷亲都很亲，都很亲。女儿很黏我，儿子比较黏妈妈。妈妈，对对对。嗯，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徐若涵。我本身是学动画的，并不是科班出身。第一个是《夏花》，我只喜欢你。还有刚播的《明龙少年》。我想跟张栋梁老师，因为他毕竟也算是一个非常有资历的前辈，而且他曾经有很多这种小孩从小会看到大的类型。如果可以跟前辈一起合作的话，还挺有意思的。快，谁能救救爱人？太可怕了！快救救我！咋了？我要挨死了！你以为这些年我就没想过吗？我就是靠想象这些才挺过来的。Hello， 大家好，我是王锵。观众包括行业内给我贴的标签说是眼睛有故事，然后电影脸有质感。但是我有一个焦虑的，就是因为我这都不是凡尔赛，我真的长得好像过于年轻化了一点，完全不敢跟大家说话。天哪，你终于来了，我真的是太恐怖。你用的哪个笔啊？就是这个笔。这个笔。获奖经历，个人的获奖经历吗？你的手。那我这个作品获得了金像奖最佳电影，那就写这个要写吗？写。那我们能写啥？新浪微博最佳新人。Hello， 明德来了。其实我在来之前有知道我们明龙少年剧组有王锵跟李明德，他们两个人都会来，所以觉得说，哎，我们曾经在这个剧里是这样的关系，然后被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又会产生什么样新的关系和角色之间的联系，还蛮期待的。大家好啊，我是演员李明德。因为那些被大家记住的角色都是比较活泼的类型，多少有点固定的印象，但是我觉得你让大家先认识你，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吧。哎，各位老师好。哎，来，啊，明德。各位老师好，我是李明德，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96年的摩羯座，出道至今呢演了13部作品，然后因为长得是怎么说呢，娃娃脸吧，然后比较显小，然后所以那个一直出演的都是学生啊、弟弟之类的角色。最近播出了一部叫《明龙少年》的一部戏，然后我在里面饰演的是一个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这么一个学霸，然后这也是我众多学生角色之中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此外呢，我还被大家评价说不是大家公认的男主脸，所以我出道至今只演过这2部男主的作品。所以这次来咱们这个节目我还想挑战一下就是之前可能接触不到的角色。
就是很上进，非常上进。刚刚儿导演在说，说你很上进。你是27，27了，96年的，刚过完生日。哇，那好幸运呢你啊！你27岁还可以演中学生，蛮好的。啊、那你其实最大困扰是什么？我想知道我还可以就是去完成哪些类型的角色，想听听老师们对我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我发现我们所有的男生他们都偏白，是化妆的问题还是现在流行？流行吗？流行白。没有，我本来就白，老师没有化专门化白。其实偏白的真的会让人感到有点像小孩。那你的毛囊怎么样？你可以过来让我看一下你的毛囊。研究他一下为什么皮肤这么好。没有你，对我不。如果你老是在意自己的娃娃脸的话，你有空的时候可以留留胡子啊。哦、oh. ，让自己粗犷一点啊，多做点运动啊。对对对对对，多运动啊，棱角多一点啊，或者试试寸头啊，什么稍微硬朗一点的那种感觉。对自己先从镜子里头看自己，怎么去改变自己的所谓娃娃脸，才能让人看到你有更多的可能性。我觉得，来出个题了，你能不能今天演一个跟爸爸吵架的？因为吴镇宇大哥。跟你演一场吵架的戏。哎，我从来不吵架的。我就都用打的，能动手就别吵，那就动手吧。我们随便你讲什么都可以，因为梁志伟老师在《寒战》里面就有一场戏跟郭富城。唔好意思，你们唔好同我喺度分党分派，唔好以为保安就保你，我就告你，不是。两个不同的场，而且对白是互相对。一叠在一起的，但那场戏很精彩，看看你能够演得有愤怒跟多凶的这个表情。但我们需要有一个，就是大概我们是因为什么还是？不需要啊，演员就是随时调动真实的情绪啊。即兴对呀，很难的，你自己是幻想。没事，就我会给你的，你先在家溜达一下。但你要听哦，你要听清楚他的对白，你才播。好嘞，准备一下。好了，3、2、1 ，Action！ 明德，哎，爸，干嘛？今天是什么日子？不用上学吗？待在家里面干嘛？在等您回来吧。等我回来干嘛？等我回来骂你吗？哎，你学校叫我过去。哎，把所有成绩单给我看。你念什么书？你这个，看，解释给我听。啊，我养你那么大了，我要你好好的读书啊，你懂吗？今天要上学，你坐在家干嘛？今天是我生日，爸。那又怎样？这么多年了，你没给我过一次生日。你生日是我生你出来那一天，你要报答我。可你管过我妈吗？我现在要管你啊！啊，我妈一个人在医院，你每天在哪？应酬、鬼混，非要我说出来吗，爸？我给个机会你说，你对我的不满意，你说出来。就是你今天你生日说你八点说。来对着你妈家说就是你爸是个烂头女人啊，害死你妈，说跟她说一遍。我烂，你要跟我一样烂吗？我没文化，你可以学文化呀，你走我的后路吗？啊，明德，
爸，我只退步了一名吧。对他们很难要求那么高的牌，对，需要一点点小小的时间。哎呀，没有接上啊！振宇哥好厉害哦！他是给机会他骂回去的，故意怼他，故意给他机会的。其实，吴老师的气场太吓人了，他一下子被吓住了。我来说一下你演戏的问题，好吧？我实在是。老师的本分就出来了，哎呀，本性。就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表演三要素嘛，对吧？真听、真看、真感觉。你也不听，你也不看，然后你肯定没有真的感觉。这么好的对手，一直在刺激你，一直在给你丢球，你都不接。你对我的不满意，你说出来，说，说就是你爸是个烂头女人，害死你妈，说，跟他说一遍。你走我的后路吗，明德？爸，我只退步了一名吧。所有的戏是两个人搭建起来的，或者多个人搭建起来的。但是无论怎么跟你搭台阶，你都不上去，那我真的看不下去。好，谢谢老师。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你没听见，注意他说什么。虽然说你们吵架。但吵架也要有个理由，你不是光是一种宣泄，不是光想你自己的东西，他责怪你的地方在哪里，你就利用他的对白去责怪他。你有照顾过我吗？你有看过我吗？你有关心过我吗？你有关心过我们这个家吗？你有关心过妈妈？妈妈现在一个人躺医院里头，不管她在做什么，你就是怼她怼她怼她，那就变成一场很精彩的吵架。对骂不一定是大声，比如说他大声，你可以小声啊，对吧？所以你可以真的多做一些这类型的功课，尤其真的是很注意对手讲什么。你不会说你想多一点机会演不同的角色吗？其实刚刚那堂课就是让你去表达另外一个你。郑宇大哥进来说，他是一个一直都没有回家的人，所以你已经。是个学生，但是你一直在不回，你也不回家，你也在外面流氓，你可以撞成一个小流氓一样的。所以一开始你是很顺的，后来爸爸在骂你的时候，你就马上这样，你有管过我吗？你知道我天天在哪里吗？你以为我在这里念书啊？其实我一个流氓，我告诉你，流氓就这样子，就怎么样？你连见面我大，你给我钱，你就可以骂我，你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你，对不对？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哎呦，你也能演流氓，这给你一个。这么好的地方，一个平台让你去演，你不演，你还在演你乖乖的。对手给你的力量你没有感受到，所以你没有适当的把那个反应做出来，那就是一个败笔。其实我觉得导师跟学员们之间的沟通还蛮严厉的，那言辞也挺犀利的。但是在这种非常直观的一个交流里的话，你可能会把那个问题会记住得更深刻，可以让人在短期内迅速成长起来。继续努力吧，我们还会再见面，还会教会哥，还会传授你很多厉害的武功。好嘞，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加油，谢谢你。这边。其实很久没有接触即兴这个东西，感觉可能有点在状况外吧。我想让就是整个更好，但是可能没有那么一瞬间去把整个完成给它构思好。其实这个要做到是很难很难的，需要很多年的经验和积累，可能现在还不够。嗨，各位老师好，我是王锵，今年出道5年了，这是我第二次来演员类的综艺。之前第一次参加的时候比较幸运嘛，然后
参演了儿导的电影《酒海的尽头是草原》，然后这个角色也是目前为止我职业生涯里面完成度最高的一个角色，是因为我觉得儿导他是一个能发现演员优点并且能最大化的放大他优点的一个导演，所以我特别感谢，谢谢儿导。海的尽头是草原，是儿导的人哦。我不是，不是我的人，我的演员而已用的。对，我就怕说是我关系户，所以我没有跟儿导说我来这个节目。嗯。哎呦，这孩子怎么能把尔冬升老师做 PPT 里边呢？怎么了？这怎么了？那你让尔老师怎么评价你啊？我是往深了说还是往浅了说？你这让人家很难办啊。还有，我也想澄清一下，我第一次去那个演员类综艺的时候，别人会觉得我有后台资源咖什么的。其实我也是去试镜试来的，但也有主角也有配角。然后我出道以来其实大部分出演的角色和电影也好还是电视剧也好都是偏现实主义题材的。这七块两。除了观测总攻炮击目标之外还有个任务交给你们。那他怎么喊哇，他不高兴。他口口声声说着这个世界的不公，但是对我们，他又做到了最大的慷慨与公平。你眼神很有趣，你很吃镜头，就是你本人没有在镜头里面那么漂亮。对，我从出道以来一直都被这么说。真的？嗯。作为一个演员来说，吃镜头很重要，因为有一些演员就是本人很漂亮，但是不吃镜头的。比如说了谁？他在说我们。你很吃镜头，我们都看到你大帅哥。其实作为演员来说，你的眼睛是你的一切，其实这个很厉害。有的演员就是自带故事来。哎，你厉害的，这个是你有天赋。占便宜了是吧？是很气人。对呀，我觉得他的声音很有磁性。很入麦，而且会感染力很强。对，但没办法，他拍我那个是哑巴，没有用。然后就是我的目的很明确，我特别向往古装，然后这就是我比较期待的影片类型的感觉，就是那种武侠片，就那种康康康打得很快的，就没有慢动作的那种。然后我尝试递资料去联系，说能不能给我一次试装的机会。然后他们看了我这些资料以后，其实也是说啊，你的长相好像不太适合古装，就直接就连试的机会也不给我了。我觉得这个你真的不要介意别人适不适合你古装。就是我身边最近的例子，我同班演员胡歌，当初他跟袁弘两个人同时签进了唐人电影，最早公司是觉得袁弘很适合演古装漂亮，老胡适合拍现代戏，结果没想到他去试仙剑的时候，一试完那个造型，觉得哎，最后就是李逍遥。再最后就有大家很熟悉的各种古装戏，所以我觉得可能当你没有真的去试到那个角色或者呈现在荧幕上的时候，谁都很难给你定性。对，他们现在就是试的机会也不给我。其实啊，他是一个天赋型的演员，就证明他跟人家有个很生活的节奏的。走路，你怎么说呢？就现代感、生活感。我唯一一个觉得你想演大侠，可能大家没有接受你的，是因为你的耳朵太 Q 了，太像精灵耳了。所以其实这是没有关系的，是可以做一点点处理，就让它折过去一点。这个耳朵往前会影响演古装吗？请问有那个大侠的耳朵像你一样？你现在举个例子，戴完头套那个耳朵就。你要演古装就好了嘛，为什么一定要大侠呢？啊？就是我小时候有憧憬嘛，我第一次看电影的时候还是在特别小的时候，就是我看到电影里面那些，你看李连杰他的那个。那你会打吗？我不会，我每次拍打戏的时候都受伤，拍一条受伤一条。所以啊，那你想演大侠，你至少要有点训练呀。在座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代表的古装剧的作品和角色，所以你们随便单拎一个出来，我觉得教我都绰绰有余。在古装叫你演个太监，你会享受吗？因为你先试古装，你应该尝试不同的嘛。先进入古装。对呀，先参与嘛。也是可以了，就是我想体验一次。嗯，你出个题考核一下，就你模仿一下李慕白嘛。
这你喜欢的戏啊。好，穿着袍子的。你告诉我你的手怎么放。来，有事发生，去救人。啊，不会走了。好为难啊。不知道该先迈哪只脚了。你看吧。我觉得我根本就没有概念呢，所以整个站出来就不像个大侠。我告诉你，十个新人演古装只有两个姿势，一个手就放在外面，第二个就是这样子。没了。因为手不晓得怎么放。是的，所以要经过训练呐，礼仪呀，这些都要经过训练的。想演大侠，你回去研究一下嘛，不是演就演的。有一位很出名的指导叫唐家导演，我们拿一把剑，光这样这个放松这个手腕，大概就一两年时间，每天都要这样放松。耍剑花。然后呢，像我们高，你身高这种，其实转身转得非常困难的。这光转身，光这个手腕等等这种东西，就要一段长的时间，不是说一出来站演一个不会动的大侠那没意思嘛，对不对？我也想演婴儿啊，没有人找我演婴儿。你可以演巨婴吗？太好笑了，这个巨婴。志伟哥，你申请一下看君乐宝下的拍奶粉广告，你去演。宝宝别哭哦。我帮你争取一个角色好不好？你喜欢演喜剧吗？不喜欢。不喜欢。那就算了。好，这个不是喜剧 ，James Bond。好不好？007。OK。OK， 好，你现在演一个什么呢？原来你是有特异功能，能够跟狗沟通的。然后呢，你带着这个狗进去一个门，门啪一关了，然后你就跟狗叫讲话，哦哦哦哦哦，结果他就跟你讲，讲，突然间你才发现原来里面有人看到你跟狗这样子，然后你就愣住了，又很不好意思。就假装没事走出去。OK， 这是喜剧哦。不是，这是007啊。这跟007有什么关系？他说不喜欢喜剧嘛，我就说007喽，我还能怎么样呢？007也可以喜剧的嘛。好好好，来，接受挑战。来，3、2、1，开始。哪来的真小狗？狗的我，先生你在干嘛？我在问狗吗？没有没有，突然间你发现原来有人在房间，我还没演到那一块呢。哦，那你管他吗？这几位。我是看他想什么的老大老动。那我就继续吧。不好意思。
那个直性的你就不够敏感，然后那个反应也就是乱七八糟，自己演自己的。嗯，如果你想要演古装戏的话，那个敏感度你就更加不行，因为古装就是有很多突发的事情发生，特别是武打的。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敏感度在那边，跟你的对手，跟你所有周遭发生的事。他刚才说不喜欢演喜剧，嗯，但是应该你做一个演员，你从各方面都应该吸收很多材料。你要让所有人知道，其实你什么角色都要演的。我以前是演喜剧的，后来没想到演大哥，我更没想到前两年发现一个新导演，我觉得很不错的。他说：“哎，我想到一个戏，写了两年了，角色是跟着你来写的，你去演。”我说：“很好啊，把剧本拿给我。”我一看，原来就是一个悲剧，很惨的，是我一生人最不想做的，因为我很不喜欢演悲剧。但是那个剧本写的非常好，这一个是政府资助一个新导演的，只有200万，我说我们一毛钱都没收，我还帮他找了余文乐，两个大家不收钱去帮他拍，结果那个戏呢，我就拿奖了，叫《恋无名》。所以人生就这样子，你要尝试不同的东西啊，这个好的剧本很难得的。没有，但是你确实是一个天赋性的演员，千万不要浪费，因为自己的思维把自己困住，而放弃自己天赋于你的所有一切的优点。回到刚才，他让你演喜剧，你就盯在那边，因为你想当007。但是你有没有看过一个英国演员，他叫憨豆？对，我知道。他有一个戏里头，他也是演007一个特务，但是他就是一个搞笑版的，他出来也帅啊，但他演出的有喜感。我觉得你本人挺拒绝去演一个喜剧版的007。我是觉得我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去强占人家的机会很浪费啊。没有啊，你看过那个就是变成你的材料。如果你是一块湿漉漉的海绵的话，多看电影。我们这样看说吧，你可能你心目中的喜剧是闹剧，是喜剧是一个很高级的东西。最难演就是这个。那各位导师，有愿意给王锵发放红卡的吗？哦，那这个就专心演戏吧。所以谢谢王锵，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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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们说的还真的是挺有道理的，就不能说自己没有试过，你就直接把自己封闭起来，就是还是得多尝试。嗯。嘿嘿。哎哎，你。你涂口红啊？谁给你的口红？你好厉害。哎呦哎呦。大家好，我是徐若涵，因为我是电影学院动画系的。所以我的片头就是自己简单的画了一个，简单画一下画这么好。然后呢，我给老师们准备的礼物就是，我觉得老师们比较经典的一个娃娃头，这边是老师你们的名字，这边是角色的名字。哇，有礼物不代表不会淘汰啊。没关系，就是东西先给出去再说。老师给，谢谢。好漂亮，谢谢。这个是米老鼠背后的那个，哎呦，就很喜欢《甜蜜蜜》这个戏。都拥抱，哎呦，不错，蛮好的，谢谢你。不客气。老马。然后我习惯每拍一部戏会画出自己的角色的样子。第一个戏虽然到现在还没有上，它是我的日记。我成龙导演。哦，他起点很高啊。这个是最近的一部戏，刚上映《明龙少年》，是我唯一演了一次现实题材的一个戏，所以我希望多尝试一下这类题材。然后这个呢，是我今年年初上的《夏花》，其实这个算是一个现偶了。那你来是要？有几种原因。第一种，因为其实我的第一部戏是成龙大哥的那个戏，然后我是很幸运的在临近开机前被选上了。但是我当时什么都不会，纯是
大哥一点一点教我，然后再加上所有人都非常厉害，比如说我妈妈是蒋雯丽老师，我记得有一场戏，蒋雯丽老师像一个小孩一样就过去喂鸽子，我要看着她的背影然后哭，然后我当时完全哭不出来，因为周围太多人了，然后前面还有机器。蒋雯丽老师说我给她搭吧，她就这么攻过去，在镜头后面喂鸽子，我看着她那个视线我唰的一下就哭了。然后当时那部戏拍完之后，我就觉得说我好想成为像他们一样发光的人。我想告诉你，其实你是在我们今天我们见过所有的学员里面你最幸运的，能够碰上第一个戏又有那么多的好演员陪着你。但是真的我想告诉你，你真的是好好争取你现在每一样能够得到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得到这个东西，要好好去珍惜。嗯，幸运的人都是会起点还蛮高的，就看后面怎么平衡。那就没了。嗯，怎么了嘛？他知道我当时真的，我起点直接在戛纳，飞了，整个人都不对的。身边有很有经验的人帮你把控平衡。下面就直接开演吧，好吧？开演，来开演，开演吧。题就是那个爸爸去世了，然后我是他的继母，然后我们回到家以后，我要把您走。啊，然后他现在手里拿了我的亲儿子的一个把柄，所以我们就对持这样一个。哦，哎，但是咱俩得提前说一下，我可能会推你，我比如说我这样，你可能你就稍微给你给个假的就好了，要不然你不用那这一下这就受伤，之后没法工作了，你明白那意思吧？可以，我们本来是在一个屋子里，还是你在屋子里收拾东西，然后我进来。那我不应该收拾东西，是你要赶我走。对，你随便干嘛吧。好，来个夹子吧，就在那这看书好了。谢谢。哎，三二一 ，Action！ 你不是要去休假吗？我觉得你应该去的。你也没给我零花钱啊，冰棍都不舍得买，还让我自己花钱去休假。什么东西啊？我给你钱啊？我们是什么关系？我要给你钱呀！我爸死了，你就没老公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吗？毕竟在名义上，我不是你继女。然后呢？今天早上，我发现我房间的行李箱被移过了。你想对我屋子做什么？我帮你啊。帮我干嘛？搬出去。你问过我吗？我不需要问你，因为这是我的家。我现在帮你拿好不好？你有空帮我收拾东西啊？不如先收拾收拾你儿子的烂摊子吧。什么？我说，你有空帮我收拾东西。不如收拾收拾你儿子的烂摊子吧。他怎么了？4月7号，通惠河南路河边，醉驾逃逸，撞死3个人。看样子好像是逆行啊。这司机都受重伤了，还能跑那么远？不是小韩，你给我看一下什么东西。阿姨啊，母慈子孝啊，杀人偿命了。不是小韩，弟弟什么时候出院回来啊？你还知道他是弟弟啊？哦，给你一个户口本呗。你给我。
弟弟什么时候出院、啊？阿姨，弟弟什么时候出院啊？弟弟什么时候出院、啊？你信不信我会杀了你、啊？弟弟什么时候出院、啊？你信不信我会杀？弟弟什么时候出院啊？放手！你还敢碰我？杀人偿命！阿姨，没了儿子你算什么东西？户口本上写的是我的名字，你有什么呀？我爸死了，你儿子废了，你从头到尾你有什么依靠？你动我呀，来呀，你不是要杀我吗？你杀呀，来，你现在就杀，王振哥你杀呀。OK 吗？爸，我好想你呀、啊！你怎么跟我妈一起走了呀？我怎么办啊，爸？Okay, cut. Wow! 好棒，好棒。很好，很好。没事吧？对不起，老师。啊，不过我没事啊，我怕你撞到那儿去。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一个比一个厉害。天才型啊！哎呦，哎，昨天他来助演，反应都是一拿唇膏，谁的、啊？那个，哎呦，没想到，那么机灵那个人。对对对，个天才型啊！徐若涵，这是一个天才型加智慧型的一个选手，是学员中表演的比较丰富的。他的那个青春无敌魅力是他浑然天成自己自身带来的，他真的有演戏的天赋。首先就是表演状态非常的松弛，还有就是你这能量完全不弱的，对对，特别棒。哎，给他一张红卡吧。好，给。我觉得可以啊，发给他。这个，这个，这个，可以给啊，这个呀。哇，没事，那就郝蕾姐给吧。好呀，好呀。我大学特别喜欢去蜂巢剧场看话剧，然后之前特别喜欢你演《爱的犀牛》。结束之前可以给我签个名吗？我有那个书。可以啊，可以啊。谢谢老师。OK。好，谢谢。加油。拜拜。哎，智商怎么测呀？智商的那个东西。测题啊，所有人都测，张他也测了呀，他很高，他135，张若昀140，双就是清华的水平了，他145吧，他141到142，这智商是代表什么？代表学习，就是智商高，你的逻辑性，你的数学能力，你的智商就是不是情商就是智商，你的思考能力，我应该比较低，我数学很差。一般演员的话，智商不高没关系的，情商高也很重要。你自己我怎么听出来一点？没有说你不好。人正常人是70到60，啊，高智商，他应该是高智商。他是高智。但是我数学很差哎。你就是高智。对我来说，我看智商高的人，我能感觉。他这样 OK， 我看起来智商高。如果你达标的话，智商更成功。还好，跟他比他差一点点。是我的眼神比较锐利，是吧？
感觉对我来说感觉他非常高。紫薇，尔康，我什么都看不到，我看不见我们的悠悠谷啊，玲儿啊，你演喜剧吧，真的，我觉得你行。老师说喜剧很高级的，喜剧很难演的。你有这天赋。跟你一说，我真觉得，其实真可以。我觉得他的脑回路跟我们不太一样。对，因为他不正常。他还有创意。就是真的有自己的风格，对对，我一个人演是吧？不是，就是有自己的特色，成立一种风格也很厉害。杨子，啾啾，啾啾啾啾啾啾。而且喜剧演员是不可替代的，通常都是不可替代的。我们有没有喜剧组？好了，是我去报名。我演不了。我演喜剧很差，我演喜剧很尬。谁说？不要谦虚。你要干什么？哎呀！哎，你那表情太有意思，崩了。给你们看一个那个视频，不行，能不能忍住三秒钟不笑？我们能，我们不用发了，我们能发，不用理他，不用理他，我不发你的，不发你。忍住不笑是吧？难崩。哎，我也难崩。终于有人捧你场上了。那行，那我要发你的了、啊。不行不行，哎，我也笑，不就是笑吗？我当时看那个，我笑了一天。哎呀！我也要搜你了，搜啊、我要搜你了，不行不行，我要反击。我的东西您都聊过了吧？您这你耳朵都红了呀。紧张了，耳朵都红了，紧张了，是这样。没事，你要演这种尴尬戏，我们哎，来，我们给你。我以前知道最喜欢霸道总裁谁？明道，我爱死了，我想，我就想明道，我这种霸道的，黑皮。你的荧幕初吻给了谁？好草了，早都想不起来了，峰哥。就是那个什么流星雨啊，啊，给谁了？就给你对手了。哦、那都没有人吻过你的嘴唇吗？没有。那真的很早了。那时候好小那时候。我特别不会拍吻戏，我一拍吻戏就容易出戏。为啥？我不知道，我拍吻戏特别很难投入。你会跟陌生人就突然有个戏，然后你跟那男演员第一天拍戏就是吻戏。我不会拍激吻，我只会拍一点点浅的。不是呀，我特别不会拍吻戏，我特别谁会拍呀、啊？我都不会拍。有些人拍古偶的，很多人很擅长拍吻戏，他们会拍得很唯美。那他们应该拍了好。就是好多吻戏了吧？经过了一晚的休整，演员们整装待发，迎接新的挑战。啊，你别站我旁边行不行？没有昨天紧张了。师傅，快走，大葱来了。还得是大葱哥。导师和导师之间总会发生一些有趣的小插曲。现在你们讲话快了，我一句都听不懂。粤语听力现在开始。哇，嘉辉，这个女都几傻啊？佢细个嗰阵时仲傻啊？我系我知道。完全错，广东话是太难学了。
有，我有收到其他就是可能内地的一些本子，但是我接下来应该先要拍一套 TVB 的电视剧。曼姐坐在我旁边嘛，就那旁边的桌子，她就说啊、哦，我也替你紧张这样。被邀请去参加前任婚礼，还接触捧花时，你会哦，所以我现在手上是捧花。我说你们酒量怎么样？灯都开了，有人都醒了，本来睡着了，也经常以。偷看叶童老师和赵雅芝姐，经常偷瞄他们一下。曾经，我有一段真挚的爱情，放在我眼前，我没有珍惜。打你就打你了，还要挑日子吗？老师，您知道吗？我看您的那个《我是路人甲》，我也别太夸张啊，但是五遍起步。我就感觉那几个演员太真实了，太可爱了，尤其那个男主演跟那个女主演，他们俩最后有一场在天台上，那个男孩还是就是傻傻的，特别单纯的，然后那女孩也没有什么酝酿，就跟他说着说着就哭了。你去找你的老板娘吧。我还那天晚上我特地发了个朋友圈，我说这叫表演，太真实了，太真实了！还有被骂傻的那个孩子，最后被骂疯了吗？太可怕了！沈凯，你来坐这儿。哎呦我的妈呀！你有粉丝？哎呦我的妈！演的太好了，后来不就疯了吗？后来就，快坐，快坐！哎呦我的妈！我跟他当时到现在，我们多少年了？十一年了，对啊，他当时里面最年长嘛，所以我跟他现在都是朋友了。那场戏是我拍电影，就只拍两天，是我其中一个当导演最过瘾的两天。你演的太真实了，你是真被骂懵了吧？是不是？导演拍得好，半懵半醒吧。若君以德随诸侯，以礼随君，以君什么的，那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啊，可以吗？你说，要不我带他走吧？好啊，带他走，把他换了。他背了一段狠词儿嘛，死背死背，有纪录片的背，不能说错嘛。你很难演，你那词儿你背熟的话，让你演一个忘词儿，你就很假，你知道吗？所以要真的忘嘛。他第一天拍完之后有点崩溃，我叫工作人员你们晚上盯着他晚上啊。他其实到后来也知道，很好玩。这个太好玩了。哎，你说哥，这我印象太深了。所以我们那波人也是很幸运的一波。太幸运了，遇到贵人了。对，就像我遇到贾玲姐，也不是贵人，是机缘。所以我们当演员就是就遇到一个贵人提拔了，谁告诉你戏好一定会红？电影卖座的戏跟那部戏好不好不是成正比的，所以没办法，有些事真是很玄嘛，命嘛。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好，收。可以。好，这是你的。好，喝了干了。也不用，谢谢。谢谢你啊。我去贴胡子先，我先。好嘞。这是刚才是男生唱法，弟你就可以跟你哥学唱歌了，是吧？那女孩呢？是不是？那女孩呢？是吧，沙姐？沙。我唱，我教你唱《星月神话》。好。今夜之后的你会在哪里？身边有怎样空气？哇哦！我们的故事已经走进迷离，却如此难以忘记。耶，真好，太棒了！我都。起鸡皮疙瘩了，就特别甜，特别甜，好棒！
天睡得很晚吧？你想不想妈妈呀？过来摸摸，过来，过来，过来摸摸。蹦勾勾吗？哦。妈妈还有两天就回来啦。回来我给你带好吃的苏苏奶，好不好呀？好不好呀？给你买更多的苏苏奶，好不好？哎呦，开心了！过来摸摸吧，过来摸摸吧。来，不是球呢？出去玩。咱们出去玩，露营去。露营。哦，有摄影机对着的。有摄影机对着，我刚看到。你直接推下来，推下来，好不好？拜拜。你们饿了可以找我啊，我有吃的。真的吗？嗯，你饿了吗？饿了。我现在给你拿。谢谢。大家饿了，饿了就吃饭。啊，太香了，太香了，我不行了。看，吃吗？不吃。不吃。姐吃吗？饿了吗？不饿不饿。宁德吃吧。谢谢。好，谢谢谢谢。怎么了？咬不下来啊。啊，你别折那么大。来了吗？A few moments later.挺饿是吧？你还卷着玩意儿？卷啥玩意儿？牛板筋。OK。哇。OK。行，无敌了。可以、啊，饿了找我。老香了。老香了，人间美味，人生巅峰了。没吃煎饼啊？老好吃。你吃到鼻子都是。哎。你看，这鼻子特效妆。哦。你要吃吗？当你不在，这是煎饼，那个大煎饼。OK， 这干粮反正大米面做的。谢谢，快去。好，带队了。你是不是没听过他的四字真言？许萧伯喜，甲子，甲子，就站岗过去。哎，你那奇迹那个炫一个就把我逗乐了。我给你炫一个。整个戏它带有一种哀伤感，然后就推到那儿以后很暖啊，沉重的底色。然后所以它有一个反差感，然后因为你也没有故意搞。你把我逗乐了。那个大上午十点半，我炫了五瓶，千玺炫了三瓶。拍完那场，我俩都回去睡觉了，太难受了。因为我没拍过电影，他们就是电影拍这种喝酒这种，必须得是真的吗？倒也不是，人家也可以给你灌红茶、灌绿茶。但是我跟千玺都比较
较真儿嘛，要弄就要真的，那个感觉它就对了嘛。嗯嗯嗯，因为你喝酒跟喝红茶，它肯定是俩样嘛。我俩就直接真来了，所以最后呈现出来那一条的时候是第几片？就最后一条，因为我俩大早上10点多就肚子里也没啥东西嘛，大上午干两瓶啤酒也的确是晕了，就最后那一条就最对了。嗯嗯，一共整整才拍了3条，但是在文牧野导演的剧组里边，那是唯一的一次。嗯。剩下的最少的是25遍起步，哎，他的外号叫文宝宝，保一条，对对对对对，永远保一条，就那一场戏，3条过，因为关键是可能再喝也喝不动了，你知道吗？电影比电视剧要求的更精准一些，尤其参与一些大导演的，他们对那个时间的把控非常精准，这一个戏下来一共几百个镜头，他脑袋里边特别有数。这个镜头我要7秒，那个镜头我要13秒，他脑子里边已经全算过了。这就是为什么人家厉害呢？我理解的就是说，咱们作为演员，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内心感觉很饱满了，很充实了，然后我们自我欣赏觉得这条我的状态很好，但其实呈现出来可能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应该是就是这个意思。对对对对对对，就是第一自我，第二自我嘛。嗯嗯嗯，就是始终得有一半是冷静的在观察自己，然后一半是全身心的投入着在演。就而且这两个得是并行，得一起往前走，就一个特别认真的在演，一个非常冷静的在观察自己。答应，他是挡挡的。哎呦我去，这三头，啊，这二头，哇，这肩，我腹肌很厉害。哇，这腹，啊，这胸，嗯、胸，像个机器人一样。我不是 AI 好吗？真的，我是个人，还结实。嗯，穿衣显瘦，脱衣有肉。你体脂低吧？你是不是体脂特别低？没量过，应该5到8左右吧。5到8，什么概念？运动员的概念。我平时心跳如果不动的话，只有50多。就是大概跑马拉松运动员的那个心跳概念。其实你应该长点，再多一点脂肪。你的体脂现在太低。我也想，我胃口不好，吃肥肉呗。看到你胃口不好。真的，谢谢你，谢谢你，因为有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哎呦，我们可以吃吗？能吃吗？吃是能吃，有点凉。挺好吃的，哥，你前两回烤的好，这吃完了被我吃了，这还蛮好吃的，我带回来那个到时候可以给冰姐你们寄一点，有小米面啊，大米面啊，还有脆的，还有我给你寄点。是东北哪里？长白山。长白山。也不会滑雪吗？不会，我这个是滑雪教练，但我不会。可以给你们寄点木耳什么的，然后寄点人参。他那后面可以寄到台北，是不是？我自己联系他吧。联系他吧。女孩子跟女孩子之间事情。对啊，我自己又不炖这个东西。他好可爱，他跟我说。那个他说你很严厉哦，对，他说你工作对于戏啊、哦，我说是的，我说看出来了，他说不要介意哦，我说放心吧。拍戏有洁癖的，就是精神洁癖是吗？不是每个细节，都想把它做好。对对对。嗯，尤其年轻的女孩，你现在此时不比美，你等什么？就是我觉得应该卷，参加一个挺大的节目，穿得过于就是有点凉快，后
后面站了可能有张艺谋导演啊什么，还有几个我的前辈啊什么。终于我转过去的时候，发现大家都在看着我的那个后背，严肃的表情，并不是欣赏。我在想啊，原来这个衣服真的穿错了。静姐，你有听说最近网传爆火的两部短剧赚了近1亿吗？你低估了中国的观众，对吧？你看，我就代表一伙人，我说你们应该去看一下短剧。他们说啊，你要演短剧吗？我说嗯，我说没有可能，谁要你啊？就因为早年间有人就是要买我的，那你都把我这个东西买去了，我还干什么？相亲对象对你说，看得出你是一个要强的女人，但从今以后你不用再要强了，因为你的强来了。嗯，有趣，我想听听看下面还有什么。这人还有点趣，有点土，但是还可以。如果前任突然抱住你，你只能说五个字，你会说？我不是无路可走，我是死路一条。其实我觉得大家的心态都挺好的，大家都会互相调侃。就打个比方呢，就前两天上最多热搜这两个，其实私底下也没什么吵架。还要我们提醒他们说，哎，你们好像应该这一阵子要好像是不是要打起来？我今天我都把话说明了，我选阿索就是人情世故，怎么了？阿索选栋梁也是人情世故，怎么了？自己参演了一部大制作，但是主演的粉丝内涵你，觉得你捆绑蹭流量，你内心的 OS 是？就蹭小鲜肉流量了，就觉得我们蹭他，对不对 ？I don't care， 我可以照顾你啊。I don't care， 我这就是这帮小崽子。我要告诉他们什么叫人情世故。你要讲的是人情世故是吧？谁最懂人情世故？有这么聊，我不跟你俩犟啊，我也干了，清杯了。这次节目录制完之后，栋梁哥和聪哥是不是能进军香港演戏了？可以了啊，可以了，可以了。嗯，香港可以了，没有太大市场，我们就还是在内地发展。我们要不要我们几个人开一个群组？可以啊，哎，我们面对面建群吧。加入私密群啊。6666666，四个六，输入四个六。1234，过于简单不行。2345。啊，你已经加了吗？没有，我们进入群聊就好了。你们面对面建一下群。啊，建个群吧。好，2345是吗？这样播出去，大家会不会都进来了？啊，不会不会，它只是此刻有用。那所以只有现在有用，之后就没了吗？啊，不是啊，这个群会存在，但是这样加入的方式只有现在有用。哦，啊，我第一次这样用。啊，好，拜拜。你进入群聊就好了。对，我发进去了。昨天那个无限哈哈哈哈，我觉得这个名字好可爱。我那个限是无限制的限，就是无限的开心嘛。对对对。我觉得有点不押韵，我改一个字吧。哈哈哈哈哈哈！五个人吗？还有黄龄啊。你说我们要哈哈哈哈哈？对，我们是六个哈。啊，六个哈可以。六哈。我们是无限六哈。哇，六哈。无限六哈哈，可以有很多想法。你是令哈。我是二，我是二。二可以啊。我是二哈。你想争几哈？五哈吧。为什么？哦，徐五千。因为我是徐五千。我是老六。你是老六，你当老六吧。我是老六。那我这太难听了，三哈怎么贵？三哈还行，你比四哈好吧？三哈，你是哈哈哈。我是大哈吗？可以啊。你应该是大哈吧？我不要做大哈。大哈。大哈、二哈、三哈，然后姐是四哈、五哈、六哈。姐被动的就变成了四哈，可以可以可以，我跟他讲一下，你是四哈哈。哎喂，哎我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网上有这视频真的好好笑。哪个视频？哦，我是老大。我什么？我是老二。啊，所以我是老二。我们是不是要自己录一个这个？我是老五。我是老六，我是老五，我是老六，你要戴个围巾。我是老六，我是
我觉得我们要拍一个这个短片，到时候截图就变成表情包。哎，姐姐你在干嘛？我在准备出发，我要去无限超越班啦！我要超越自己。首先，为了无限超越班，我一定要带一个折叠床，因为我是一个到哪里都可以秒入睡的人。然后呢，我要带上我的尤克里里，你随时可以在浴室奏乐。我看看无限超越班的浴室是长什么样子的。然后我还可以带什么吃的东西，对吧？带什么？带醋，因为我怕没有醋的话我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只要有醋我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下去的。还有就是我要带耳塞，因为耳塞的话就可以让我在任何环境里面瞬间与世隔绝，一睡就可以睡着。准备出发。你现在哭的意思就是你是对的，我的处理是错的，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对不起。出去叫他收工，出拍了，太廉价了，也耽误时间了，不管做你了。今天是不是放假？朱子骁呢？荒诞。刚才我跟静姐聊天，静姐说她小时候，这也能问呢？三个队伍里面只有积分排名第一的队伍才会拿到正式合约。慢点，你可怜你啊。胜出的组是你外面看不到里面吗？看不到。好吧，我还在这敲呢。我听到声音了。我在这，我在这里，在这里。你知道特别奇怪的就是，我睡觉，我化完妆的时候眯了半个小时，这个半个小时对我的空间好像盗梦空间一样。我觉得过去了一晚，就做了一晚的梦，感觉那个梦的充斥量绝对比半个小时要长。你就很奇怪，就没有过这种感觉。填补一下就感觉很有用。嗯。你昨天几点睡？昨天3点多吧。啊，差不多。嗯。哇，真的太厉害了这个梦。你还梦到啥了呀？我就梦到我在安排一个别的工作，然后我还梦到就跟司机说，哎，我们车的人坐不坐得下？就是我们是要究竟是两辆车过去还是一辆车过去？特别细节。早上好。做梦了吗？做梦了吗？啊，为什么会做梦？他昨天做了一个很厉害的梦。啊，我说我刚刚做了一个很厉害的梦。啊，他刚刚做了什么梦吗？我中间休息，睡了半个小时。我觉得我做了好像一晚上的梦的内容，就是我跟大家的时间是不对等的感觉。对，就韩梦亮，盗梦空间。韩梦亮，我昨天睡觉之前，我觉得我今天干了什么呢？感觉今天干了一个礼拜的事情。我也觉得。是大家都这么觉得。所以我从昨天早上开始，然后就一直在打仗，整个人是好像脑袋被塞住了的感觉。我说给我，今天是不是被你杀了？给我回家。大头的车子拉我干什么？我的天啊，纪凌尘，你上了快半年的台词课，你在上什么？不过吧，真的也是过不了。怎么样？这是啥呀？嗯？这是啥呀？怎么样呀？丑妆。如果我天生就长这样，你会喜欢我吗？喜欢。哎，那个，我说那个。小花儿，你想问他，如果我变成了毛毛虫，你还会爱我吗？如果我变成了无眉女侠，你还爱我吗？什么？没有眉毛的你？对。女鬼。爱你。勉强骗我。
真精神呀，打了篮球还那么精神呢。那嘴里是啥呀？塞了棉花呀。你来叫一个，歪嘴叫一个。难吵死了。你口红不是往这边撇吗？你往这边笑，这不是就能笑的。你往那边笑，就感觉你没笑。嗯，撇了，对了，是吗？平均了。来，撒公公。来，阿瑞。啊，干啥呀？来拍照。啊，我以为叫我呢，就直紧张整的。别拍照，拍照来。来，看啊，自拍。自拍啊。自拍，那你拿着吧。你拿，中间自拍。啊，行，我拿，我试试。自拍。我试试啊。不用美颜的吗？弄的还美颜吗？真品。哇，这也太好看了。来。我手也得来点。兰花指，对，兰花指。还是我妹。导演。好像行啊。怎么样？好像行。再来一张，再来，这个留下来。来。哎呀。你看他们仨，兰花指。我在这个区域看你们仨，我真的不能不笑，还都摇着头。哦，好笑啊！我第一次脸长输给别人，我告诉你。哎呀妈呀！我人生当中只输过两次，一次是于震，一次是于洋，两个都是姓于的，就输过他俩，其他再没有遇到过对手。那我是老四。哈？你是弟弟，对，我真是弟弟。你只能排到第四，老四，对，我是老四。伤你伤红。哎，你知道你像谁不？谁？我不跟你开玩笑，你自己去查一下。《镜花缘》有个动画片，你知道吗？啊，唐敖，你查，我回头我找找，你查一下。你听我的，太像动漫人物。OK。真的，你听我的，你去查查唐敖，太像你了。你戴上头套，是我像光头强的对吧？是，但是你比他更像，更像，尤其你现在那个样子。接点下巴呗，几位，我这是仰拍，一、二、三，接点下巴来，一、二、三，哎，不行，你的下巴多了，再抬一点，大头吗？那三位离近一点来，离近一点啊。手都出话了，往里来一点，哎，太近了，来，再来点，再近呢，再来一个，男人的事你少管，不是，这次手怎么？公共的事情你少问。哎，都给我挤成那疤了，累死了。行了，来，动过大头，我不倍儿把大，双击六六老铁。优酷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无限超越班第二季的一员燕许佳。三月上优酷搜春日宠粉计划，看精彩综艺拿缤纷好礼。酷酷综春日宠粉计划正式开启，春天在哪里，我在这里等你。今天请来了三位资深制片人。我就不配做演员吗？当初已经官宣了还要把我换掉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一定要规定我一定只能直播？你再说下去你就会被骂上热搜。关键我说你那么多戏，然后你还来参加这个，我也觉得我想再突破一下吧。我觉得这种曝光多一点总是好的。嗯，就我也纠结，我也真是纠结，我特别纠结。然后我也觉得，哎，要不要就在自己舒适圈待着，就拍着呗，古装戏一直拍着。但是后来想来想去，我觉得还得再来，还得来一下。你就相当于继续得往上拼了。能不能往上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得让大家能看着我。现在开始，你老消失，忽然间有一天，哎，出来了。张瑞这两天去哪儿了？完了，过两年再说张瑞这两年去哪儿了。完了，我有几个那两年去哪儿了？有道理，确实。我告诉你，这辈子去哪儿了，张瑞？是吧？确实有道理，是吧？
嗯，你点头，太有道理了，真的。紫薇老师，我们就认识一下吧。来介绍一下，尔康。嗯。哎。啊，不是那个。我谢谢你，满哪都找尔康的是吗？不会。你的好兄弟就算好两个，遍地是尔康。对对对，都是好兄弟。对对对。你多大呀？25。我那么小。我们都27、28，都快30了。你拉倒吧。演员的黄金年龄是35岁。妈妈，就跟你说，就是妈妈。男生更晚了，45、45。你得喂到出来，就慢慢熬。对，是。就像打麻将似的，你知道，每到牌桌上最后一个，牌桌最后一个，这个。聊会儿。不是你看你给我坐哪儿？别给我嘴皮儿啊！你也不搭话呀，你就光挺好挺好。你性格这么好，他肯定也能演喜剧，是吧？还行吧。他是喜剧大赛出来的。他性格特别好，确实可以演喜剧，他确实可以演喜剧，真的没开玩笑。而且你说东北人自带节奏，喜剧的节奏。那我平时比较高，别人看不出来我的喜剧天赋。你看他穿这么多，是吧？对，完个儿又高，又高又冷。那是他冷，不是说高冷。对。啊，这几天我就觉得特刺激，就是正常拍一个电视剧啊，3个月都遇不到的事儿，这2天应该发生了2-3倍，真的是，真的是各种意外情况，各种突发事件。这几天我只能说我的日子非常的抓马。翻译成普通话是怎么解释抓马？就是抓了3只马。嗯，对，差不多，1天1只，一天一只。接下来避免抓马。抓驴，抓羊。在无限超越班，我感觉挺赚的，赢得了一些机会，然后我们各个导师真的在当我们徒弟一样的在教我们，很开心。就我自己现在肯定还是想要重拾就是好好拍戏的那个信心嘛，然后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好好培养一下专注力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到的一件事。当我知道自己当选队长的时候，就是有点不知所措，我没有协调大家的能力，所以说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出现了很多小状况，但是呢我们后来的这2天全队的6个人可以说是近乎疯狂的比分，凝聚力非常强。你要说其他组说比我们凝聚力强，这个我是首先不服。哎哦，你真的是弟弟，你就这么聊。感受就2字，熬，累，再加2个字，值得。对，俩弟弟真拼了。学会依靠别人其实是件很开心的事情。我想首先我要感谢我的队员们，因为其实在一开始做队长的时候，我是一个特别焦虑的状态，但是这么密集的这个工作里面，我觉得很快的建立了队员之间的那个 bonding， 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大家真的是很为对方着想，很希望对方好，所以我这次很开心可以跟他们一组，我也很期待跟你们合作啦。后面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多相互，就是我们换着合作合作，说不定就比如说我跟你，哎，有一个不一样的火花，你跟他有个不一样的火花，反正特别棒。我是这么想的，就是我是大学毕业之后啊，很少就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氛围，我特别特别的开心。19个同学，每一个同学都很优秀，你没发现每一个同学都像每个班里该有同学的样子，就是不撞型。比如说有高高帅帅的，你看这种撕胡子自己，对吧？包括还有大葱这样的。哎，我哪样呢？一直有包袱。不是偶像包袱，是抖包袱。来，你把话给我唠明白，我哪样的？不是，你就你这长相，你说咱俩比脸长谁长？对不对？脸长的这样的，就是说啥意思呢？就终于下课了，今天终于下课了。然后我相信通过这次之后，我们不是剧组的朋友，我们是可能是一辈子同学的朋友。3个月下来，咱们应该会成为像战友一样。对，像战友。对。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都能保持健康吧，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做一些好的片段一起出来，等到最后这几个不会批评我们，好不好？大家接下来都做好各种随机应变的准备吧，一定要以不变应万变，但是我们要准备好万变。我就总结几个字儿，努力不一定有结果，
但不努力一定没有结果。继续努力啊，加油！好。啊，这几天我就觉得特刺激，就是正常拍一个电视剧啊，三个月都遇不到的事儿。这两天应该发生了两三倍，真的是，真的是各种意外情况，各种突发事件。这几天我只能说我的日子非常的抓马。翻译成普通话是怎么解释抓马？就是抓了三只马。对，差不多，一天一只，一天一只。接下来避免抓马，抓驴，抓羊。在无限超越班我感觉挺赚的，赢得了一些机会，然后我们各个导师真的在当我们徒弟一样的在教我们，很开心。就我自己现在肯定还是想要重拾就是好好拍戏的那个信心嘛，然后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好好培养一下专注力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到的一件事。当我知道自己当选队长的时候，就是有点不知所措，我没有协调大家的能力，所以说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出现了很多小状况，但是呢我们后来的这两天全队的六个人可以说是近乎疯狂比分，凝聚力非常强。你要说其他组说比我们凝聚力强，这个我是首先不服。哎哦，你真的是弟弟，你又这么聊。感受就俩字，熬累，再加两个字，值得。对，俩弟弟真拼了。学会依靠别人其实是件很开心的事情。我想首先我要感谢我的队员们，因为其实在一开始做队长的时候我是一个特别焦虑的状态，但是这么密集的这个工作里面，我觉得很快的建立了队员之间的那个 bonding， 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大家真的是很为对方着想，很希望对方好，所以我这次很开心可以跟他们一组，我也很期待跟你们合作啦。后面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多相互，就是我们换着合作合作，说不定就比如说我跟你有一个不一样的火花，你跟他有一个不一样的火花，反正特别棒。我是这么想的，就是我是大学毕业之后啊，很少就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氛围，我特别特别的开心。十几个同学，每一个同学都很优秀，你没发现每一个同学都像每个班里该有同学的样子，就是不撞型。比如说有高高帅帅的，你看，就撕胡子自己，对吧？包括还有大葱这样的。哎，我哪样的？一直有包袱。哎，不是偶像包袱，是抖包袱。来，你把话给我唠明白，我哪样的？不是，你就你这长相，你说咱俩比脸长谁长？对不对？脸长的这样的，就是说啥意思呢？就终于下课了，今天终于下课了。然后我相信通过这次之后，我们不是剧组的朋友，我们是可能是一辈子同学的朋友。三个月下来，咱们应该会成为像战友。对，像战友。对，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都能保持健康吧，在一起努力，一起做一些好的片段一起出来，等到最后这几个不会批评我们，好吧？大家接下来都做好各种随机应变的准备吧，一定要以不变应万变，但是我们要准备好万变。我就总结几个字儿，努力不一定有结果，但不努力一定没有结果。继续努力啊，加油！好。带手机得有整个世界的重装，不只是我的重装。可以看一下我们玲珑重聚吧，那社会里边三个混子。如果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了对方的吻戏，自己的反应会是？那笑得都很开心。刷到过。如果做对方的经纪人，最想做的事情是？那他赚钱咯。我想他成为新一任的好莱坞公主。面试判官。平时判官。面试判官。面试叛乱，高速运转，高速运转进入机械中国，灯火燃山。你是真饿了，你怎么穿品如的衣服啊？最怕别人喊你的三个外号是？这没有哎。如果有粉丝喊你老婆呢？那就愿意怎么着怎么着，那我也不能把人嘴堵上啊。请说出跟其他学员相比自己能脱颖而出的三个优点。这个放弃了这个。如
果让你借100块钱，最先想到的三个好友是？下一题，最想给吴镇宇老师的三个建议是？不是说拿到蓝色的是好的吗？这个是好的。那你可以看一下另一张。啊，这个是好的，演一位90多岁还在跳街舞的老人。小美，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愿望是要给你的。真的，我知道你很努力了。嗯。哎呀，而且你是非常有天分的演员，我真是看完你面试，我第一个就想要你。我说真的，你看得到的对吧？你感受到我特别喜欢你的那个亲切，对不对？韩玲姐对你的评价和期望最高，我真的觉得你是天才型的，最挂念、最挂住你的，真的。好啊，我们觉得你很自然，很棒。他们真的容易哭。不是，我是双鱼座的，我们只是离别之际。超出我的废纸，猜一下。我们这次把眼泪流光了，我们接下来就是往前冲的时候了，对不对？调整好心情，心情一定要调整的。而且我知道，你知道这个时候最 emotional， 对不对？对 ，OK 吗？你也知道是什么情况了。对，就是太较劲，在一些可能并不没事，知道了就好了，之后就好了。第一次嘛，没关系。正常，我。最早比赛的时候遇到各种事情，也是各种爆哭，但是就是因为太较真，那时候才都没成年，就是根本就不懂嘛。老师好。哟呵，有像。怎么称呼你？我叫烟许佳老师。小佳，对，小佳、小烟都可以。参与那个电影方面多久了？我其实从大概9岁就开始拍戏了。哦。但是呢，我拍关于动作方面的比较少。啊。去年有拍过一部古装戏，有很多拿剑打的一些东西多一些，对。老师，我来了，你来哈。我们是土匪帮的。哎，好。起码还是有点样子。有点样子吧？哎呀，有点样子。虽然你是，我们广东话讲靓仔。没有。靓仔。靓仔。对，靓仔。明日的 superstar。啊。对。你好，努力多。我们先从龙套演起吧，现在。个都是从小开始的吧，对。不像您呐、啊。哎呦。你把我玩了也。我都是好。老师，我学拉丁的。是啊，没事。好，你想嗨吗？你想嗨吗？那我们就来了。哎呦，大亨，好吗？那我们就过来吧。呀，来吧。好，杨哥，请。不是前面这一排是干什么呀？拍你们。别拍我背。是干什么呀？真带实力的。谢谢。你是收了还是刚出？收了呀，我们收了。哎呀，来了，队长来了，谢谢。哎呀，谢谢。咋呀？还得是队长。老师好，你好，我是议员，然后我来探班，然后给大家带奶茶。有没有带钱来？好、啊，先买这个了。马上过年的红包了。老师过年好，给我红包。好，你谢谢你啊。没事。然后龙黑汤，哎，谢谢这个。趁热喝。喂，为什么那么好的？原会请我们喝东西。
在忙吧，他们。A few moments later， 唐伯虎点秋香杀青，谢谢大家，谢谢你们杀青了，谢谢。怎么着？要给我展示军体拳？不是，喝哪杯啊？都一样的。哦，一样的。好了，昨天晚上我们选角在龙门山那边，他们两个是应该是一起，你俩是不是一起练过？没有，招式都一模一样。我还以为李明德会跟我一样笨手笨脚，然后他还翻了个跟头。我可以这样一下，是虎跳，哈，哈，哈，哼，哼，哼，好，哇，哇。那不就是肘膝腿拳吗？然后再回一个招，显得我很蠢。我们真的没有学过，我们学校不教武术啊。我们可以一会儿准备陷阱那个。哎，好的吧。啊，快准备这个镜头。嗯，就是你陷入那个流沙里边了。来，慢慢的，来来来，下面是有一个空间，我踩在袋子上就行了，是吧？下面有人的，会扶着你的。到底哦，他也漂亮，对，哦，你动作知道吗？蹲嘛，是吧？蹲，然后蹲了，挣扎，然后。好，我们先别动，让大家试一次这个感觉吧。来，来，预备，三二一，开始。害怕？哎呀，太快了，太快！喂，那个流沙，你现在先演戏。心里想怎么回事，看四面，然后往下，整个感觉你试一下，看着我，害怕，害怕，恐惧揍你了，现在害怕，害怕，一帮人过来揍你了，有多要大一点，开始往下沉了，越来越害怕吧，越来越害怕，差不多沉下去，就在情绪就上来了吧，对，是吧，就惊恐嘛，渐进式的惊恐吗？你需要往前扑吗？我想爬出去。爬的话呢是好的，但是有个难度。想爬，但是还是要继续往。你不可能上来的了啊！抓，用手来演，慢慢蹲，用手看啊啊！出汗了，好，手慢慢出，手慢慢出。好，可以手可以再慢一点啊。嗯，差不多这个意思了，好不好？好。可以试了 ，OK， 沙子一块直接开机了，那沙子动，沙子动，沙子动，沙山道，渐进式的惊恐，用手来演，慢慢蹲，手可以再慢一点啊，预备，预备，锦超害怕了，锦超预备开始，沉，奇怪，往这边看看，往这边，害怕，不要下去太多啊，来，紧张，紧张，害怕，害怕，往下沉，往下沉，救命啊，手演戏，手下去。好看、啊，嗯，很有那个意思，有那个意思了，挺好的。来，往这走，把人给拉上来。感谢而到了。弟弟，饿不饿？不饿，早上吃的挺多的。吃饭了？咖啡喝吗？想喝咖啡吗？不喝了，不喝了。是怎么回事？因为我昨天凶他了。哎呀，你能停了不？睡一觉还没忘呢。嗯。我觉得我们最后全留下就是最好的，对不对？喝咖啡吗？喝咖啡吗？想喝吗？我跟你说，你点不到的。为什么？你点过了吗？这是非常荒的地方。啊，姐姐一定给你想到办法。拿铁还是美式？拿铁吧。拿铁，热拿铁。热拿铁。你呢？热的就行。朱子香，请喝咖啡吧。要喝吗？三个热拿铁。都喝热拿铁吗？明白。好吧。妹妹，原来是这样，我误了姐。好友都是这么坑的，知道吗？我怎么一个人都找不着呢？嗯，怎么那么孤独？我们组怎么就剩我俩呢？
呀，我得被踩。嗯，我怎么好，我太无聊了。我们来看看化妆间都有谁吧。哦哈喽。嗨。演土匪啊，听说。你是啥？我是大小贾。你打我吗？我打你吗？啊，这么爽。你还给我们踹下去。我给你们踹下去。嗯。下手轻点姐。对不起对不起，我太难过了。我太难过了。我不能太幸灾乐祸。我会轻点的。好好弄哈，拜拜。我无处可去。那想说啥跟我聊会呗，我太无聊了。那能不能跟我聊会天啊？喂，耳朵。这是耳朵吗？不是不是不是，看错了，吓死我了，像看见班主任似的。只是戴了个眼镜，不过有点像。老害怕见到老师。你男朋友是属于奶狗奶狗还是小狼狗？有点结合的，嗯，但是其实看上去就是小奶狗，嗯，毕竟确实是小，嗯，小，就萌萌萌萌哒，嗯。沙姐，沙姐本来还说给我介绍一个她男朋友的朋友，我说你要介绍她同学吗？啊，对，她同学吗？我觉得她同学也一个一个挺帅的。但我现在好像就是因为太久没谈，所以不清楚自己的喜欢什么样的。嗯，我喜欢我每一个男朋友的类型都不一样。就你喜欢重口，就你喜欢重口，不是想说重口男的吗？对，他喜欢千奇百怪，不是千奇百怪，不好意思。就是我就喜欢，因为我觉得就谈过一个类型，我就不想再谈这个类型。真的？是的。我跟你说，我太强势，就是外表太强，我觉得没有男孩很喜欢。你先骗一下他们啊！我以前是很温柔的，半强那种，很温柔。嗯，但我就觉得你脾气还蛮好的。就我在恋爱里面会容忍的许多一点，但是现在感觉不会了，因为被扎过，所以不会了。原来是这样。他是适合热情一点的，有趣的。然后他本身还喜欢一张高冷脸。我也。可是我喜欢一个人待着呀。啊，你更喜欢一个人待。嗯，就是两个人一直待着，你会觉得很烦，好无。他好需要空间啊。我很需要空间啊。嗯。你很独立，我不行，我很黏人。你们两个都很机智。我是事业型，但是可能就是因为，可能也没有遇到合适的，总会遇到合适的吧。给镜头看一下，这是我们黄龄的大作。好，这是我对老师们的爱。啊，好可爱。来认一下都是谁。